情随风翻涌，心流转心动，满天姹紫嫣红。谁的月让人魂绕梦牵，在这一刻永恒搁浅。我听见你的心跳萦绕耳边，只是一瞬间分隔两边，再也寻不回的永远。我看见你的泪滴落在心间，只怕一眨眼就都消失不见。我们俩一起劫富济贫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。这次沙大哥被抓，也是因为我看不惯鉴真父子横行乡里，是我执意要劫取生辰纲的，我怎么能弃沙大哥于不顾呢？不过袁大侠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连累你的。你真的非救沙修主不可？哼，非救不可。谢圆圆，嗯，于私来说，我真的佩服你的侠气与仗义。哼，可是此番沙修竹犯事儿，他触犯律法，理应当求，且调包制牌之事，若是陆阎王真的追究起来，咱俩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啊，我们当差的跟你们跑江湖的是一样的，为的也是混口饭吃，不能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，是不是？你一个女人家，干嘛要把日子过得比男人还累啊？女人怎么了？女人就不能像男人一样尽忠职守、为国效力了？你好好想想，要是没有你娘，你上哪儿投胎去？要是没有你上官姐姐，你能在这个江湖上自由自在的飘荡三年？要是没有我，啊？这桌菜你都不知道找谁吃去。喝大了吧你啊？开玩笑，小爷打落地起就没喝大过。别怪我没跟你说过啊，这酒喝着淡，后劲儿可足了。不就是个酒吗？满上。满上就满上，嘚瑟。嗯，袁大侠，小时候就这么倔强。大人好雅兴，这阴雨天还邀我品茶，
扬州是一个好地界，烟雨成诗，这若是在京城啊，雨若冰刀，怎可有此闲情雅致？不知大人今天邀我来是有有样东西，我觉得还是物归原主比较好。少帮主的功夫不错，只不过脾气急了一点。我知道你们从小青梅竹马，又在同一个地方拜师学艺，感情深厚，这我都能理解。不过上船截取生辰纲，还炸了提刑暗查史司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大人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既然听不懂，那我就直接找谢霄谈谈吧。且慢。身为堂主，挂心之事太多了，这拳打得太慢了。谢霄也是有情有义，没有救成沙丘竹，又闯了提刑暗查史司，你有这样的师弟应该很头疼吧。既然大人还肯邀我相谈，不如直接开个价吧。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哎，怎么那么沉啊？谁让你吃那么多的？吃啥呀？哎，别拉我辫子呀！哎呀，你这人酒品太差了，以后再也不跟你喝了。哎，袁大侠，醒醒到了啊！哎呀。到了，快醒醒！哎，来来，慢点。谢霄，金夏交给我就可以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喂，哎，你会不会照顾人啊？给他泡点茶，醒酒的。哎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哎，让你多留一晚，你他玩得尽兴，喝成这样。袁捕快，袁捕快，袁捕快在吗？袁捕快，袁捕快在吗？谁呀、啊？大早上的还让不让睡觉了？陆大人有吩咐，快出来！哎呀，我一会儿就卷铺盖走人了，他来找我干嘛呀？陆大人让我来告诉你，做事要有始有终，要你把案子结了才能回京。他让你跟我去把沙修竹提到官衙来。叫上杨月一同押解。查到什么线索了？要提沙修竹？大人的命令，你只管听着就是了。快点儿！催什么催？凭什么命令我？哎呦，我怎么没脱鞋子？这锦卫排场就是不一般啊！要是咱们六扇门押解犯，老百姓定会围观讨论，不跟到衙门绝不罢休了。小点声，那肯定啊！这锦卫是什么人？老百姓哪敢惹呀？想当年师傅他老人家也是锦卫，那个时候出门办一定也是风光的很的。哎呀，现在就只是六扇门的捕头，这个待遇
真是从天上掉到地上。我觉得没关系，爹爹淡泊名利，与世无争，带着咱们当个捕快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我特想知道师傅那个心态是如何调整的。他一定是经历了一番苦痛的挣扎，才能如此干脆地撇去锦衣卫的身份，甘心做一个小捕头的。我说夏爷，你可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，忘了爹爹当时罚你写悔过书的事了。没忘没忘，不提了不提了。你们六扇门押解犯人都这么蛮不经心吗？当然不是。那还不谨慎点，此处街道复杂，走快点。知道了。街道一个人影都没，还复杂。哎，行了，这要是出了差池，咱们也得担责任，快走吧。云南虾，是我。谢霄，你放我们走吧。不可能！哎，他不会伤害我们的。你们俩赶紧带沙大哥走。兄弟，我不能拖累你，要走一起走。沙大哥，我没事的，赶紧带沙大哥走。我不走，快！敢走，走出杀了你！沙大哥，比我的亲兄弟还要亲。我没办法不救他。沙大哥这三年以来对我处处照顾，我们俩一起劫富济贫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。金香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昨天晚上说的话？你真的非救沙秀主不可？嗯，非救不可。谢圆圆，我真的佩服你的侠气与仗义。金香，就看在我们俩从小相识的份上，你就放了我们吧。我是官，你们是贼，就算我们感情再好，我也不能擅离职守。好，如果你执意不放，那你就杀了我吧。兄弟，赶紧带沙大哥走，快走，快！小衙役，赶紧回去。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哥，走啊！如果你担心交不了差的话，就动手吧。劫囚，冲撞官差，我今天必须要把你拿下。杨捕快，你三番五次跟我作对，你说我该拿你如何是好？上官姑娘，
真的是上官姑娘，你知道我的，我一向秉公执法，此事又事关重大，所以我才说要把你拿下。我其实没有，总之得罪了。事关重大，回去问问你们大人，事关重大为什么只派你们几个小喽啰押送沙修竹？事关重大，我们又是如何得知，如何提前做了埋伏？难不成我有通天的本领？ 知道你们大人何时何地会提审犯人？这空有一副好皮囊，只可惜是个榆木脑子。哎，上官姑娘，不管你今天说什么，我恐怕还是要把你带回衙门的。我的话是真是假，你回去一问便知。杨捕快想抓我，这功夫怕是还要练上几年。 哎，你站住！哎，囚犯被劫走，我看杨捕快还是早点回去禀告你家大人吧。要不然你抓我回去吧。 杀大哥的罪责，我一人承担。砍我一刀，砍胳膊就行，别伤我筋脉。我自己动手的话，伤口会被陆大人看出破绽的。啊！快点啊！刚刚还一副想死的魄力，现在怎么婆婆妈妈的？不要让我在陆大人那儿丢了差事，砸了饭碗。你这饭碗砸了就砸了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废话，快砍！ 没事吧？起来。这个……哦，我娘不让我用狮子，所以就用这个代替了。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师傅要我照顾你，以后你就跟我混吧。嗯。走。愣着干嘛？走啊！我带你去打坏蛋去。 我养你，没种，比小爷还娘们。哎，真的像，你真砍啊！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啊！别说了，你快走。不是你这样，我怎么走啊？你不则是想让我改变主意吗？好，你的恩情我一定会还的，我一定不会忘记的。别废话，就算你忘了，小爷不会忘的。快走。 走！这个没良心的，跑得这么干脆，头都不回一下。启禀大人，我们押送人犯行至途中被袭，沙修竹被一伙贼人劫走，岑校尉。 魏志该死！丢了人犯，我是有嫌疑。大人，您可看清楚了？
最好如你所言。大人，醒了。嗯，已经醒了，大人可放心。把这个给他。是，别说是我给的。明白。袁捕快在吗？请进。啊，岑校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听闻袁捕快受伤了，这是御药房特供北镇府司的金疮药，比外面的好，擦上就能痊愈。今日我不敌劫囚贼人，多谢袁捕快大救，之前多有误会，还望袁捕快不计前嫌。我这个人一向都是爱憎分明。别人对我一分好，我便对他十分好；别人若是欺负我，我也一定会加倍的还回去。只要岑校尉以后不再说咱们六扇门的人没用，那之前的事我便都忘了。谢谢你的药，这个我就不收了。行，那我先回了。嗯，谢谢。别以为说两句好听的话，小爷就会信你。谁知道你里面装的什么药？夏儿，哎呀，夏儿跳得真棒！哦，过来。爷爷。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石头。哦。从那边捡的。哦，从那边捡的，不捡这个了。啊，来，过来。爷爷给你讲啊，爷爷给你一个更好玩的东西。好。你看看啊，夏儿，这么多东西了啊！爷爷，这是什么？这都是爷爷收集的手铳啊，这个铳呢，它就啪给打出去了啊！你看看哪个好，你喜欢哪个？你喜欢这个、这个啊、那个，还是这个？这个哦，夏儿真聪明，喜欢的都是好东西。瞄准了啊，瞄准这边，这么好。金夏，你醒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看看你啊。你这个混头子，陆大人现在正在查此事，若是被他发现了，我就被你害死了。快走快走快走。哎呀，金夏，你为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实在放心不下你，所以我带了乌安帮最好的伤药过来看你啊。你自己发烧了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肯定是因为伤口没上药造成的。我来给你上药吧，啊，来。不，哎哎，你把药给我，我自己。哎呀，我来吧，没事儿。可以的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没事，我来吧，你。袁捕快。陆大人。开门。哎，稍等一下，我披件衣服，脱起来。这怎么办？我起来。脱下来啊？脱哪儿啊？稍等，马上好。哦，大人，稍等。
为什么不用岑福给你的药？卑职有药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如果用了给你的药，就不会严重到这个地步。怎么，怕岑福害你？不不不，当然不是。卑职就是，卑职。哎呀，卑职跟您说实话吧，那个药太金贵了。要是卑职真用了这个药，万一日后大人来找我讨银子，卑职自然是还不上的。对你来说，这命重要还是银子重要？都重要。卑职的意思是，给您打个比方，一碗粉丝和一碗鱼翅，那都是为了填饱肚子。那我选就肯定选择吃粉丝了，因为这样不会花太多银子。想快点好的话，就把药给我用。啊！既然屋里进了贼，以后休息的时候，记得把门窗关好。说谁是贼呢？哎呀，好了，陆大人现在已经有所察觉了，快走。那你的伤怎么办？哎呦，有药呢，没事儿。用我这瓶。行了，快走吧。好好养伤啊。快点。嘿，这小子属贼的吧？天天翻窗户。这是第二次来送药，还是亲自送药？应该不会是想毒死我吧？天天繁星照夜深，照亮着城上的人，谁的梦中追着谁的琴声？啊，这么快就不痛了？来的余温温暖着谁的青春？像在诉说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用了我给你的药，就不会严重到这个地步。原来是大人让岑校尉送来的药。大人，你要的东西。上官堂主果然守信用。那不是那两箱生辰纲吗？怎么？回去问问你们家大人，事关重大，为什么只派你们几个小喽啰押送沙修竹？我们又是如何得知，如何提前做了埋伏？大人肯放了沙修竹，就不怕我事后不把生辰纲给你吗？若真是这样的话，上官堂主现在应该担心的是我什么时候会把乌安帮给抄了吧。俗话说得好，民不与官斗，还真是如此。搬进去。是是。看来上官姑娘话里有话，她没有骗我。你说什么？沙修竹被谢霄带走，是陆毅和上官熙的交易。他怎么不告诉我们呀？还害得小爷白白挨了一刀。我就说这个陆阎王怎么这么好心，还给我金疮药。原来是心里有鬼，过意不去呀。哎，我看啊，咱们以后见到陆大人，还是你说的那句，咱绕道走。还疼吗？疼。微臣奉皇上之意，追查巨野王府奉国将军鉴真父子罪行。
经微臣下扬州追查数日，现已证实鉴真父子罪行。一，鉴真父子淫虐禽兽行，真常夺人子为奴，不从则肢解之，焚其尸。宣强弃其祖姑之女孙，寻为其妻，杀之。二，窃占宫中宝物以为私物。三，凭戍守边关之便与外族互利，交易货品之得利明载于记录本中。四，消极应战外敌。另曹锟一事暂无线索，需延缓回京之期，望皇上恩准。李芳，奴才在。下朕旨意，将鉴真父子交由三法司会审。是。哎呀，陆经历这番又立了功，办旨吧。遵旨。嗯。慢点吧。周大人，周大人，一路还平安吧？上官堂主，少帮主，这批官银虽是请你们乌安帮押运，理应没人敢作乱，但是这毕竟是十万官银呢，这一路上我是忐忑不已。不过呢，现下已经回到扬州了，我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能放下了。差事还没完成呢，得把这些官银送进官府银库存好，才能彻底安心。那是那是，堂主费心了。请。请。书目对吗？对着大人。嗯。已经清点完了，丝毫不差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多谢二位，多谢。应该的，周大人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告辞。走，回家吃饭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锦衣卫经历陆毅忠诚正直，宣德明恩，守节诚义。奉国将军鉴真父子一案督察有功，赏银万两；六扇门协助办案有功，赏银百两。钦此。咱们六扇门费了这么大劲，才赏这么点银子。那个陆阎王一个人却独赏万两，这世道还公平吗？哎，我们官比人家低，自然赏银就少。别抱怨了，有赏总比没有强。夏儿，你又忘了我的交代了？没忘，多做。奉国将军案已了了，你们两个晚些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们该回京了。啊，杨捕头，陆大人，别着急回去了。既然来了扬州，不妨多待几日再走吧。这是啊，师傅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扬州，当然要体验一下李白的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诗句啊，师傅。好诗。好事。杨捕头，扬州有位非常有名的整蛊大夫，
姓沈名密，我现在就派人知会一下，带您去看一看。啊，陆大人，这位沈密啊，祖上世代都是行医之人，对于伤筋动骨，甚至于陈年旧患都颇有经验。我看您这伤，也该治治了。我的事，怎好劳烦大人呢？您帮我一起查了一个案件，就全当我感谢您了。啊，爹，我觉得还是去一下吧。这虽然不一定能治好，但总归会有些养护的办法呀。是啊，师父，你就不要辜负陆大人的一番好意了。杨捕头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多谢大人了。您客气。公子，小阁老，什么事啊？周贤义领走的10万两修河款已经运回扬州了。这事我知道。周贤义这家伙，区区一个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，装什么刚正不阿呀？领了个修河款就当宝贝一样护着，不仅不让官衙运送，还故意找了个什么江湖帮派，搞得大张旗鼓的。这分明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呀！哼，你说你这工部尚书干的啊，可真够窝囊。被周贤义一个属下千防万防的，你不觉得这事说出来很可笑吗？他就是头倔驴，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的。现下又接了谕旨，奉旨修河。下官也是实在拿他一点法子都没有啊。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大夫，我爹的腿到底怎么样了？大人，这骨伤当年就没有接好，如今要治就得重新打断再接。啊，这……如今你已年长，重新接好后至少3个月不能动武，以确保气血不足，扫除血瘀，您能做到吗？这打断骨头重接就已经是极大的痛苦了，还要3个月不动武。大夫，我们这要到外面出公差的，这怎么能做到啊？多谢大夫，确实也是，我岁数大了，也不想遭二茬罪。陆大人，我看还是3个月的时间也不是问题。杨捕头，六扇门总捕头跟我也算是有些交情，我可以跟他打声招呼，给您半年的假期，这样您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了。哎，不可不可，万万不可。杨捕头，你就安心医治吧。实不相瞒，这次的事情家父特别叮嘱过我，你也不要让我不好交代吧。如此，多谢大人。不必客气了。谢谢大人替我师父治腿。以后你安分一些便是谢我了。韦大人，修河款已全部入库，清点完毕。嗯，周大人辛苦了。周贤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10万修河款入库不过几日，就被你给搬空了。不是我，还敢狡辩？这银箱的钥匙唯有一把，一直由你保管。如今置放这些官银的官箱都还在，可里面的银两却不见了。显而易见，是你监守自盗。来人，在，将周贤仪收押。是。
知府大人不是我，大人，快走，不是我，我是冤枉的大人，大人，知府大人。扬州河堤溃口，工部都水清吏郎中周贤乙私吞十万修河款，朕将此案交由陆经理彻查，尽速追回。周贤乙，周贤乙私吞修河款，皇上命我彻查此案。陆某以为杨捕头的追踪术可堪重用，不知杨捕头可愿出力？多谢大人赏识，不过我现在腿脚不方便。爹，这十万修河款可是大事，您腿不舒服就歇着，有我和金夏呢。啊，岑夫，去拟一张戒调令，将杨捕头调至北镇抚司。哎，等等，查案归查案，为何要将师傅调到北镇抚司啊？杨捕头的腿伤至少要休养3个月的时间，将他戒掉，一来可以好好养伤，二来也不用再操心六扇门的事情了。多谢大人想得周全。怎么，袁捕快有其他的想法？大人，查案有补助吗？有，每月4两银子。银子倒是次要的，卑职身为公门中人，定然是要以国事为重。大人以后有用得着卑职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大人，哪儿查？官楼。启禀大人，没有知府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提审犯人。这是皇上亲发的下帖，从今日起，此案由锦衣卫全权接手。转身惊动心悬空，千里埋伏迎来谁出身世外，比不过命运安排。闭上眼我能看见你的脸，睁开眼背景苍凉，刀剑满凡尘中，谁与争锋？无声掀起。